请收看《卫星世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板桥市的各位乡亲，啊，咱的地主，啊，廖如德、廖议员，还有咱台北商业技术学院前校长陈，啊，咱的前校长呢，杨吉东校长、黄教授，还有更新，啊，护理学院。啊，杨克平杨校长，啊，咱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啊，咱今日站在台湾这个宝岛的所在，确实是宝岛。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报。上天所赐的宝地，台湾是一个八国水神、八国水神，八方拢有海，所以有水食、有财啊。那么台湾，哦，空气的流通就是风。那么台湾的条件，风甲水是上调和。所以站在台湾这个宝地的东西，各位啊，同修啊，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拢是非常有福报的人。啊，台湾风水学嘛是咱的发扬之地，过无偌久，咱这风水学甲易经会传遍到整个大陆。整个地球上，啊，咱这个法门实在无法度去用嘴来讲的，这是中华文化道统的法宝。到二十一世纪来，咱极力，咱来个弘扬。所以在我树拿大安寺，伫北部北区呢，一只传授开课等等。那么在台北县这几年来，哦，咱哦各机关会甲咱支持，地方民意代表甲咱支持，咱啊真济真济。好，我借着各种的因缘，啊，来传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咱北部地区的乡亲，然后时间者欢迎。恁会当来台北县树拿市大安路530号第十楼，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基金会一家，大安市一家，啊，为各位服务，啊，大家免客气。啊，咱在地方啊，啊，咱嘛有各国民意代表，好，啊，来甲咱。共同来面的，啊，咱有地主嘞，廖玉德先生，啊，要得嘞哈，来请客，甲大家地欢迎处，无你今日嘞，哈，啊，你接待台北的民意代表，对各地来的咱十方神代表、神知识嘞，含一个地欢迎处拢无啥合理，来请。
啊，咱廖地主啦，爱开一间幼稚园，世界级的幼稚园。啊，伊的愿望无大，伊讲哪家叔有一天会出一个诺贝尔奖的学生，伫伊学校出来，伊就好啊。你看你的愿望有大无？啊，咱请廖如德地主咧，好，甲各位报告伊的心得。好，谢谢。师父，咱在座的各位讲师，各位咱，各位大德，那么今仔是非常的荣幸，师父。叫我起来台顶哦，来递一个欢迎书哦，实在受动不起。啊，地主会使讲是多年来啊，你做这个民意代表，啊，我是你板桥市地区所选出的县议员。那么我一路呢，为民国75年啊，担任到今嘛，已经满四届啊。那么今年的12月初3，就是要接受第五届挑战，那么总是做一个民意代表，敢那哩做一个牛牛的工作同款嘞。啊，多年来啊，新网络师傅啊，给我真济的指点，给我感受到讲人生的路途要行更加顺，敢那有一个方法，心存善念，完全在一念之间，你决定你个人的一切。所以师父对我的开示，我接受了非常真多真多的这个宝贵的这个物件。所以讲今仔在这个弘法的大会顶面，我不便讲太多话，因为时间真宝贵。感谢师父对我如的个人的这个疼惜加虔诚，多谢师父。咱了解主啊，还希望一个教育甲办得好。啊，所以咱每一年7月7日甲8月7日中间，大专暑期、特大专暑期已经新发前进班。每一年呢，伊也非常的支持甲教育共同来创造社会的和谐。所以风水学的这个法门啊，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造作，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着风水的法门，易经心法的真理。所以咱北部、北区的法师，这样一位的法师呢，还有咱北区教务处原德法师。伊来主持，来带领着咱所有法师、讲师咧，暗时无少着家己的时间来为大众讲道、传道、传法。一只咧，咱请阮的法师来介绍咱所有讲师甲法师，甲各位弟子。敬爱的师父，各位现场的贵宾。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德，阿弥陀佛。后学叫元德，今日非常感谢，也非常感恩，就是因为咱今仔日会当安尼坐坐来遮聆听师父的传法，来接法，这那也是爱真感谢、真感恩，咱的廖如德廖议员以及。咱社代表两位先进，伊非常诶热心来推动，所以因为事实两位拢是师父的好弟子，伊感受到师父的妙法，会当使每一家真平安；感受到师父的妙智慧，会当开发咱每一人诶良知甲良能。所以
一再的要我说我们来推动，我们来促进，和师父来咱板桥，来咱树拿，来举办这场，然后讲是来有会当和遮济来有缘的会员，有缘的大德来安尼一同来接法。这我再次的感恩廖玉德、廖玉言以及谢代表。因为师父的慈悲，师父无上智慧，所以要原德说咱台北，因为咱台北管区涵盖嘛真宽，人数嘛真多，所以正指派咱现主席在座徛伫台顶每一位讲师，在台北县、台北市各地各角落来伫开的易经初级班，所以这是予大家方便。要学法学道，会当讲就近就会当学修，这在此非常感恩非常的赞叹师父的伟大，师父疼爱众生，咱在此感恩师父。师父拢甲咱教啦，讲吼左手为龙方啦，右手为白虎方啦，所以吼倒手柄哪行吼？有较占较有利呢，所以我为倒手柄第一下先介绍，安尼好啊，可以啦哈。好来，两柄的第一位，请徛较头前嘞，就是圆道法师啦，圆道法师，圆道法师啊，第一位。再来就是圆秀讲师，目前在中和永和在开课。再来第三位圆聪讲师。目前在板桥阿嘎托亨区或者安心讲堂圆聪讲师，再过来，请进前圆化讲师，伊在新店以及英国三甲，伊在新店甲三甲开班圆化讲师，好来再来，叫圆成讲师。伊目前在实际开班，圆成讲师。好来下一位，圆英讲师，目前伫大园啊，啊个卢子，啊个山顶坡，啊个南口伫咧开班，圆英讲师。好来下一位，或者圆智讲师，目前在泰山还有在宜兰叫做啥？苏澳伊安尼吼版图比较大哦，甲苏澳去哈，苏澳以及泰山在开课，圆智讲师。再来，圆堂讲师目前在基隆以及土城开班哈，圆堂讲师。再来，圆静讲师目前要在新庄以及师范大学附近师范大学吧。在开课，袁静讲师。再来，袁崇讲师目前在台北市以及汐止开课，袁崇讲师。好来，再来这一位袁荣法师是中立道场的住持，在中立道场开课。再来下一位袁冠讲师，目前在新庄开课，袁冠讲师。再来。圆人讲师目前在台北市开课，就是在总统府附近哦。圆人讲师，再来，圆辉法师目前是在宜兰的道场，住持哈那在宜兰开课，圆辉讲师，圆辉法师，再来圆耀讲师，目前在莺歌以及桃园两个地方开课，圆耀讲师。再来，圆贤讲师目前在新竹以及竹北两个地区开课。以上就是以及头份目前就是台北县市师父指派了以上在座之位讲师法师来服务大家，希望咱大家呢有这个因缘，修福修缘，一同来学修，一同来接法学到易经风水妙法，和咱家家平安。人人有智慧恭喜大家，阿弥陀佛。
各位乡亲，风水车一牛车，每用五十页，风水书啦，风水的书啊，啊一牛车要用没有十页，五十页。啊，前几天啊，咱一个师兄，我还没去大陆的时，好、啊、跑到仙佛寺。师父啊，我什么事啊？救救命啊！你命还在，救什么命？我现在家里乱糟糟哦。为什么乱糟糟？一言难尽啊，听我说来啊，听我讲来，一一道来啊。第一，啊，伊就娶新妇，啊，娶新妇呢，啊，娶了无三个月呢。话要离婚怎么办？我说你是不是啊？你的新妇的房间啊，用到真罗曼蒂克，想要较早做阿公做阿妈是不是？对啦，我都到尾我用好，才想到师父讲了《洞房花烛篇》内底未使有粉红色。哎呀，我表拢啊擦粉红色啦，天花板嘛粉红啊啦。灰嘛红的啦，地毯嘛红的啦，全部拢粉红。啊，结婚十二天来，上单纯，第十三天开始驾高车，伊嘛想无呢，一直叫啰嗦，给我智慧啦，保庇阮新妇甲阮囝，大家较好啦。我恁恋爱偌济，恋爱十三年啦，恋爱十三年，恋爱十三年就足缘啊。一共恋爱十三年，看不清楚。啊，困同间房间才看较清楚。哈哈，什么清楚？缺点才清楚。哦，不能三个月啊！我讲紧嘞，房间粉红色拢改改掉，是安那？咱的目睭离卦离为火，粉红啊色。你看真柔的粉红啊，伊粉红色，迄个正港的灰色，内底粉红啊，内底带着木的成分，木成分无形中一直在升、在升、在升、升、升，传入脑海来。咱的脑属金，吼乾属金，吼玄武属金，火克金，金呢？穿进心肝来，咱的心肝呢，阳气就袂食饭，所以目睭好诶无看，歹诶看看看。我等下擦擦就倒啦。哦，甲昨落电的话，师傅啊，我拢擦好啊了，我擦好就好啊嘛。有个弯无？无咧，阿妈无无咧弯，早时会当者做伙食早顿，你看有够落无？啊，所以风水的问题第一件，啊，因为第二件要娶新妇，啊，娶新妇咧，厝内底拢改变，都甲改变啦，啊，灶卡咧，伊就灶伊就去遐耍，啊，因为厝内底加一个人啊，后摆若要生孙，就是较侪人食饭啊，伊家伊的灶卡甲刷去后壁，刷去上后壁。所以后边的时啊，甲凳底化粪底面顶，伊感觉见啊，煮饭煮了袂刷了，就要找便所，一直想要跑厕所，奇怪，去个便所放无尿，甲放无屎，足奇怪啦，还去验，去验，啊去医院检查无病，结果这本书就变暗，然后说，哎呦，我呢。灶伊就蹲伫便所顶，人徛伫化粪池面伫底煮饭，所以胃肠就歹，家生门就开开。哦，还佫一件呢，伊坐厝尾顶，啊，厝尾顶伊就啊掀开，啊掀开，啊掀开咧，原来厝旧厝啊，旧厝咧爱换中节，那么换中节比起新厝较厉害，换中节污凉。咱人上惊是换中节，基础无好势，换中节你爱足注意，爱看好日。我问过你有用无？无咧，
啊，我到当时四月，啊，四月用，不管什么月啦，换中日，你爱重新拜天、拜地、拜老爸、拜祖先就对啦。哦，你都爱重新来用，那无的事啊，你家肯不灵啊。三行尔，安尼八个罪啊。各位，那么选石牛爱足大功夫呢？咱台中道场九月十九要石牛，正五是要石牛。八月七八开始就直直上经，一直上经，已经破，一定迄个破丝。掉下的龙天护法来护持，加恁加持，咱到九月十九，咱才要上牛。所以在座啦，你若要路过台中的时，旧历九月十九，欢迎来参加咱的上牛的典礼。哦，所以咱各位咱今日来学道，我才传这一法号，咱的讲师、法师，唔是这本尔了。哦，各位先生啊，哦，唔是这本尔。哦，这本是简单的遐尼尔。你若讲未来啊，看着咱的册学个了嘞，要真济妙法嘞，爱知影。曾经咱就是地主，啊，夜间啊，干那出去唔等来，吼、哦，母子认堂啊。我嫌较简单，咱就香碗，香碗都家己摆，家己求，山珍海味。山顶海面两行到达无一百块，啊！家己一届拜就拜七天，哦！家己来拜来求祖先，因为咱的守护灵就是祖先。啊！咱若唔知影好去求祖先来倒穿，干了考虑无偌敖。我讲你祖先你捌来拜无？伊讲唔捌啦，阮翁都无共款的多咧，是无共款的教，教还教。祖先还祖先，何里别讲生笑哩？阿姨就等于咧，问我老师变怎啦？啊，真简单，哈、啊，早暗点三支香，请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哦，啊，看我的，嘛看阿孙的某某人三魂归体。啊，你这早暗安尼求，那无拜，那无祖先者，你拜佛祖，你来求佛祖，看你囡仔三魂七魄。当鬼体，然后拜香哇，家己求，哇，真正就这样咧求求咧，哎，好啊，囡仔安定了精神啊，这是啊，足简单的妙法，咱若无讲，咱唔知，苦苦种诶，实在有够侪，有够可怜，所以我才会，好、哦，培养到六十五位的讲师甲法师咧，好、哦、要将妙法传予大众，希望。弥补咱这教育、国家教育政策上的不足，会当将妙法传到大家，共同来创造着咱人间的净土，创造着世间的和谐。这也是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所有当事跟咱的所有的会员的心愿。阿弥陀佛。咱板桥市的各位乡亲，啊，咱台北商专陈校长呢，啊，杨校长、黄教授，还有杨克平校长，啊，廖议员、易德，啊，谢代表，咱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啊，人生在世啊，短短几十年，你要得到真理，确实无简单；要得到真法、正法、妙法，呀，确实无简单。咱爱有好因缘，不能学习易经啊。我干呐，乾地离尽顺坎乾坤，我读八年，一字。读一年、八年，才叫背出来呢。我可能进入内底了吼，读不出来就读不出来啦。跳到第八年的时候，忽然一天呢，发现悟到啊，我知啊，砰就跳起来。太太辛苦边在困呢，
夹一条地当哟，眠床的叮当啊！哦，是安那，我悟到真理，所以咱的悟道一刹那之间尔。但是，咱若是无进入到这个学道修道的环境的时，你要悟道根本都无可能。所以我八年，这个乾地离境顺坎乾坤。这辈子悟到伊的真理，悟到乾地离境顺坎乾坤，是咱生命原动力的创造者，嘛是咱身体生命的原动力。所以我迄个时阵了呢，我用到念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人咧念阿弥陀佛。我的念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乾地离境顺坎乾坤，真简单，安尼直直念。结果，愈念诶，身体愈好。乾就是咱诶头壳，地就是嘴，离着目睭，啊，进着脚，顺着脚床，啊，诶，坎呢，咱诶血路，咱诶手，跟着手，啊，坤着五脏六腑，啥人？这八项欠一项诶，有无？廖议员，啥人有欠八项欠一项诶无？我相信大家五脏六腑拢是完全诶，拢是乾地离境顺坎乾坤，是毋是安尼？那么咱如何加强补强咱诶乾地离境顺坎乾坤，补强咱诶身体诶健康？啊，前几工咱就地主诶。囡仔啊，四五岁尔，向我发烧，发到足悬嘞，40度、41度，药仔食降袂落。那么咱地主迄小朋友，好甲咱的江苏，或者阿妈，这是啊，师傅传的，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哦，就是开始甲囡仔抽救嘞，抽个救嘞啊！哦，一直念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一直念念无完整，我家己辛苦拢烧红红起来，辛苦拢烧起来哦，就将囡仔的烧吸来伫家己辛苦，啊，好囡仔温度怎降低正常嘞，剩37度，这叫做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取切众生的烦恼，大慈就是把众生的烦恼给吸起来，然后施惠幸福予他人，这个大慈大悲，将众生的烦恼吸来，幸福予他人，安尼呢，一面共同念两解，发烧起来就继续搁个手牵了呢，抓好呀。无你要三个半暝要去找医生啊！这个重新整流，重新整流，咱每个人内在五脏六腑，咱的身体的生命活力，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今日咱是传法大法会呢，以上讲到这嘛，传法的一部分。但是今日各位恁来，哦，我希望。对我来念八卦真言，好不好？安尼哦，大家即摆开始要念哦，一字都要念哦嘿，咱手合掌，咱手合掌的时，电波会接十方的电哦，真强哦，你这呐？阿爸要教囡仔呢，加持的时，咱手举完呢，正手呢，右手你甲钱头壳顶，阿是对也艰苦，你甲字艰苦的所在，好安尼呢，你阿是乾地离境顺坎乾坤，你念无习惯。阿爸，我你讲，你拢心通，啊，我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啊了，但是你无跳动哦，咱是无教跳动哦，哦，咱是教各位开发恁内在的力量。开发恁内在的能力、甲能量，哦，所以各位咱和尚哈，我念一个人都要念啊，乾
德、礼、敬、顺、坎、敬、坤、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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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礼、敬、顺、坎、敬、坤。第二点没有啊？啊，乾、德、礼、敬、顺、坎、敬、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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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哈大声嘞！乾德礼敬顺坎乾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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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德礼敬顺坎乾坤。好，看大家来玩。乾德礼敬顺坎乾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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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德礼敬顺坎乾坤。恁安尼念这句，恁的身体那无好势，认真念，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但是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有健康的身体，你念佛才念得落去。你若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念佛根本都无可能。哎呦，我足艰苦的啦，叫阿弥陀佛啦！哎呦，我足艰苦的啦。啥人有法度阿弥陀佛念落？看有够济啦！所以平常时，咱身体够用。除了我们来学易经，了解易经的真理以外，我们的处境的风水，刚才我们原德法师，倒边是良边，正边是好边，良者为大，好者为小，那没不对，良就是我们的阳气，良爱动，好爱静，好静，我们一间厝，看到出来咱啊，两边拢动的时，迄就对啊。这个家内较平安，好边那动的时，家内就袂平安。在十一年前，我去咱的新竹科学园区工业研究院、工研院，啊，咱的杜亮恒量测中心，将近有300通位的博士。我来讲解到风水学，那么这些博士先生小姐，拢认为什么时代啊？要得讲这个风水的问题，那么讲这里讲，你听我讲到了，再来提出意见。我一一将风水的问题讲出来，我请恁去恁辅导的所谓工厂、辅导的工厂。凡是湖边洞工厂活动的公司，你上派辅导；两栋的公司咧，一定真好辅导，愈做愈顺势。各位啊，迄300位博士先生，好在提着，对哦，我辅导的工厂咧，那是龙边洞的咧，拢趁钱。阿爸咧，我辅导的好评中等档，继续中档的，大家拢螺丝卡，螺丝卡一歪歪，嘿嘿，你袂好势，嘿就是啥？公司，
经营袂好势。啊，到尾啊，我讲两点钟煞，师傅啊，再讲好不好？嘿嘿，你们不完全信任我，所以我白讲。嘿，你们自己读啊，家己读。啊，我甲要领拢讲煞。好，后来咧，要求伊主任讲，请师傅继续过来甲上课，好无？我讲若是有时间再上课，但是我那一本较大本呢，较大本呢，我唔是今摆上大本给恁。啊，因为我印这甲浓缩起来，各位有够用就好啊。这咱工研院的实例，咱的工厂嘛同款。我看大陆真侪咱台商真有心去大陆创造事业，但是真侪企业不如法，违背风水，违背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法则的时啊，拢惨败荣归，惨败荣归，啊，欢欢喜喜出去，点点啊，倒来，啊，倒来，我你若歹过过。嘿，我等下休一站啊。公司那边如何呢？师傅啊，那边吼，我人在替我经营，还有你替经营，结果就是收大让给人，人当然替经营嘛。啊呢，有够多，有够可怜啊。所以咱台商在越南，啊，在大陆，工厂呐无符合风水的咧。没有多高比高地天啊变没了，永远慢的如来掌中，孙悟空你再怎么翻山七十二变，你也逃不过如来掌。那么各位啥是如来掌？咱大家都有如来掌，乾地离境顺坎乾坤，各位手就八卦哦。哦，十二地支，哦，诸天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咱的一只手，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总共合起来24亿6000万局。你看咱的一只手，如来掌有偌济，偌大的变化，拢是手，拢是八卦来滴。所以各位，咱乡亲。啊！你若拍麻将、跋输跤，倒手逐只名剁掉的，因为你倒手剁掉去的时，你就无多如来掌，无多算啊！哦，你正手算无共款啊！哦，啊，正手你算就袂准啊！哦，所以名剁掉的啊。那么，咱可见咱的手就是如来掌啊！咱的易经，哦，风水学。嘛有一个叫星空法，星空易星，星空大卦，嘛是伫只，吼、哦，嘛是伫只，所以孙悟空躲不过如来掌，所以各位拢是有一支如来掌，这是易经八卦伫咱掌中，整个咱的生命、咱的平安安慰，拢是咱的如来掌，所以量平是足有用的，量平足有用的就对啦。所以咱量平爱动，哈、哦，量平爱动，啊、哦，咱若水底啊，上好会动拢是量平，啊、哦，咱的机器会当动拢量平，果子会当溜的拢是尽量溜量平，安尼真简单。啊，好平就是上火，好平上火，你看呢？好、哦、阿里呀、啊，我咧注意的目前的使用，正手先出哩，正手先出哩。咱就走过前就来啊！阿里的走过前足厉害哦，啊，伊的正手呢，真敏感。我都注意个，看伊跑跑跳跳，扑个正手就出嚟。正手就是离卦，离卦就属火，火就叫做白虎平。所以各位，咱厝，咱若机器动诶，咱绝对无下多虎平。好平十斤柱九斤多，嘿嘿，100%。好、啊，咱这里第二届的师兄，原来厝内底咧真袂平安，当当在开刀，轮流开，
原来家己的好评都是拢过去，车程、place 拢过去，无老道经呢，干来好评的动，要怎么办？过去阁未煞哩，怎么办？各位啊，我无安尼，你家己的行为，土地公的行，土地公位，你个安对，这向安尼出哩，好，所有过去拢是改伫良平的动。你的办公桌啊，坐咧咧，好换两边的动，最起码会较好一住啊。怎啊改了咧？哎，算平安咧，啊，都无呀，代志阁发生啊。这就足简单，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不转嘛，山不转人转，人唔转，迄个嘛无多啊。哦，所以一切祸福掌握在咱的手中，咱的手中有八卦，手中。有吉祥福祸啊，好平，咱一定爱争。你看，咱过去真济哈，遮名人啊，一个大帅，真正呢，拢举只手起來，手举起咧，迄拢这样做代志咧，伊会较实。啊，若倒手举起来的人咧，哈，拢用智慧。啊，若只手起来咧，较实。所以各位向天动手啊！练了了，不要右手抬太高诶！莫只边家伤悬呢，你互人捌的人，你这個人袂插咧。好，右手最好不要什么代志，干你家悬悬右手。哎，丢！哎，动算也多手哦，你莫动算也只手哦，你也只手，你袂动算哦。你知无？遇到啊？好，那只手举起。啊，这有伊真理，两边两爱动。你有贵人，好爱家，好爱家，这就是基本的法则吗？后边羡慕，后边啊，有的人呢，后边创一个游泳池，嘿，你事业你要吃稳到就较紧啦，事业要吃稳到你就较紧啦。好，后边尽量爱安静，啊，咱就是信徒地主，啊，伊咧就爱拖人啊，爱拖人啊。哦，就无啊，放咧后边骨力 A， 也有只骨啊，如 A 咧，如稳固，稳固下来找我咧，变 B 雕，哇，迄、那个 B 雕玻璃硬哎呀，稳固，哇哦，你功夫可能真好哦，啊，真正我家己我咧吐咧吐，哎、欸，我你真乖哦，变变变哦，老师啊，师傅啊，卖搞迄个啦，我就超艰苦的哦，艰苦间咧医无效，我咧后边。这无叮当迄啥？伊讲迄个酒博啊啦，都真苦呀！那酒博啊，那家仔那是拖人个呀！我哎呦，你也要去后边啊？嗯，啊都遐方便啦，哎，遐方便你就稳固呀。有啊无效，我等下刷刷不下去啦。哎呦，一年是下几届？一年下三届，过年下一届，五二节下一届。哈、哦，十月半，十月半，下一届，下三届，甲伊家己一个人会较稳固。我刷掉，刷掉，无偌久刷好个，啊，过来犀利咧，乖啊嘛无个啊。我甲你讲，你个乖啊，你爱起来钓到仙女丝呢？个安尼哦，我也知，我单钓呀，单钓都好。好、哦，我甲咱先者信众大德，该约束，那稳固也乖啊咧。你来求老祖，乖然后你爱甲钓到树啊长，你莫夹来夹去。讲老师啊，无夹真艰苦咧。好啊，你都无我夹几年啊，刚刚都我夹几啊年。哦，迄个啥，咱一个念头，头前注想，注想咧，处境，处境咧，注想咧，咱爱清气。啊，处境咧。咱门出去呢，就上惊路枪，要路枪要来解呢？你来上课，我今日直接马上招生。好、哦，咱传这个法，咱就是解决问题，然后创造未来个幸福。好、哦，咱这课程呢，好、哦，咱呢，好、哦、邦桥，好、哦、土城，好、哦，看咱这个新庄，好、哦、永和、永过、新店。哦、泰山啊、哦，淡水，我老岁仔啊，
啊，淡水、石子、三峡啊，甲台北市的元和啊，台北市啊，啊，这个内湖、鼓山、大溪、竹北、罗东、甲中立，咱只有招生恁就近，哈、啊，恁若有时间，我建议来读书的啦，读书啊，去为画家人来读书啊。哦，所以妙法咱是全世界。啊，至于咱要更加多要发生的问题，我讲最基本的条件，咱爱了解。但是我进一步，你要了解更加多，这是人生上欢喜的代志。啊，所以咱今日教会一年，啊，咱也真正诚心诚意来这邀请着。十方大众，咱各位乡亲，咱全省，啊，咱各地拢在开易经大学，咱初级班，啊，咱若有时间者，欢迎大家来读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读易经呢，家内圆满一条心。大家读易经，啊，修行的路上可见性。大家读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阿弥陀佛。